有人冒充 Zero 的名义参赛 ，Yes， 会不会是圣诞老人派来的？有可能，他究竟是敌是友？神秘的圣诞老人行迹败露，这次志平能否找出父母被害的真相？到底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时运开始怀疑志平的真实身份。周志平和王子翰是在王院长的孤儿院一起长大的，这么巧。面对重重障碍，老人想歪，不会。 这段感情会有变数吗？操控周一至五晚上9点8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操控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。